今天来做一个红烧小鸡腿，把买的小鸡腿改一下刀。把改好的小鸡腿倒锅中，加水，水中加入小鸡腿，在鸡腿当中加入料酒去腥，油热了，加我们的准备好的姜丝，爆香之后加入我们的小鸡腿，水中加盐，可以。接下来做一个辣椒炒肉，拿辣椒，山东大馒头，他把录音发出去了。我不知道外公啊，大爷这么亲热的，我开口让帮个忙就是外人了。那有病有痛的时候，需要来伺候的时候，就是那人了，是吧？如果不知节制，得寸进尺，太胖了，只会让人看不起。来了。